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黑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如果你还没订我的频道的话，那么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OK， 现在我的人就在 JB， 然后我就在阿雅 Studio 的楼下。几个月不见，嘿嘿，我来找你当然没这样容易放过你啊。所以呢，今天我的任务就是要激怒你，大家可以跟住我看，等一下我怎样子激怒他。虽然他不是这样容易被激怒啦，我也很少看他被激怒还是生气。所以今天我的任务就是这个。哼哼。老板，在忙什么？剪猫毛啊！剪猫毛。OK， 来好了。剪什么猫毛？哦，你在拍影片是吗 ？OK。今天又有新的猫来给你玩了，狗力哦，他的猫全部打结了，很臭哎、欸！他的那个大便啊，有些袋里面啊，全部卡住了、啊。那臭到我，怎么？又不是你在踢，我在踢嘞。我在为你担心，给你踢到他流血嘞，怎么办？这样就变成伤害动物了嘛，这样就不好。所以我现在是在夹住你，不要乱乱来。你才不要乱乱来，你比较像是等一下要乱来啊。我没有啊，我今天来只是来看一下你在做末班，这样久没有见嘛，我们都差不多几个月没有看到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，是不是？拿出相机没有什么好意，你要手在晃。我手没有这么晃。后面的手，没有啊？你看，这种镜头恐惧症，不会拍他的拍他就怀疑这个怀疑的。戒备心现在很强哦，你们不要弄我，打人哦。哎呀，一点点东西罢了，我没有要弄你的，放心。这招行不通。鸡蛋糕没有想到今天来给他拿来做义工，整身毛毛，今天来帮他剪毛毛。我要激怒他的嘞，又变成这样。等一下，我来弄他。现在在拍他的今天的影片。卡在那边。怎么办？可以激怒他。他现在已经很不爽了，现在再弄下去，应该是会有一点严重。如果你平时好好待机，你弄他，他肯配合你，他现在是不会配合你了。他一堵人就会堵人，我觉得。这样我们就给他堵完了，就一起洗掉他的影片，可以吗？你 cam 给我， cam 给我，我帮你拍，你帮我拍，我都不懂我要怎样子弄，可以，这太严重了。他刚才已经因为这个影片的东西，是啊，他靠这个吃饭，你帮他饭碗嘞。这样子我们再想。那只在 cam 吗？你这么乖，我觉得我今天应该你走开，等一下你听我讲，我要剪，你听我讲先，你不要剪，你剪刀放下来，你听我认真讲先，我今天其实是要拍一个影片弄你，我不想理你，他怎么？真的，可是我想不到要怎样激怒你，所以这个影片应该是不行了。可是我又想到另外一个东西啊，我不要弄你啊。你打电话给我女朋友啊，你弄她。我们换。你打气，你跟她讲，来哦，阿黑哦，还要拍个影片哦，激怒我，然后我真的很生气，弄给她紧张。然后你讲，你骂我，我不要。我是要弄你女朋友生气，还是弄你女朋友？弄给她紧张，弄给她紧张。你讲，你骂我，然后我跑掉。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激怒你，我看你的脸，我就弄不下不了手。OK， 这样等一下我们打给他。现在我们就打给我女朋友。做你不敢打，我要想先啦。喂，喂 ，Hello，Jamanisa。你联络得到阿黑的吗？联络得到阿黑的吗？应该可以吧？怎么嘞？因为哦，他跑掉哦，他的电话留在这边，然后车锁匙又没有拿哦。怎么可能？真的、啊，刚才来这边找我，然后他就拍东西嘛，然后我就堵拦他了，就过就屌他哦，屌了他过后他就走掉，他走掉过后他的锁匙，他锁匙又在这边，
然后那个他电话也在这边，然后我又不知道他跑去哪里了。钥匙在那边。哦。哎呀，他会回去的，不用担心。会咩？可是他真的很堵拦呢。很堵拦，那你就给他去堵拦先咯。哦，这样子啦，就不要屌他啦，因为我不小心扒了他一把。哦，他真的不会记仇的。你有跟他吵过架的吗？因为我第一次这样子屌他嘞。没有吵过，因为都吵不起来。哦，所以他应该是不会怎样啦。他出去多久了哦？差不多要一个小时了。他不会跑远的啦，还有皮包有带着，他可以吃饱喝好他就可以了。这样的啊？怎么你这样的哦？没有良心啊！啊！因为我知道你的本分了吗？我给阿雅打一把嘞，你还这样子哦？你还敢骂他还对吗？你不会帮我骂他咩？他打我，你不会帮我骂他哦？伤心了啦，伤心了啦！你在做工是吧？有点不对了。哦，这边做工。做工啊，哦，完了。不可能，因为以他的性格，不可能他的首饰没有拿，就是最多他的首饰没有拿的话，他一定至少一钱包要有钱，还要去喝水，还要去吃东西。他知道我要去吃，要去喝话了。他没有吃没有喝的话就不可以，他就会吵了。这样 OK 嘞，这个男的嫁得过哎，可以啊。那戒指有松松吗？有嘞，有松松。哪去换鸟嘞？我老喂。干哪塞？戒指松松哦，应该是那个钻石不够大力，你可以帮我讲一下吗？可以。现在观众听到了。累了，不要跟你讲了啦。哎呀，没有良心了。OK 啦 ，OK 啦，好啦，拜拜。没有办法啦，你今天这个content很失败，你个失败就对了。激怒你又不可有，今天我的任务就是要要是打给我妈妈了，要叫你妈妈打电话来，打电话给你女朋友。哎呀，姐姐姐啊，哎，不见了啊耶。哎，真的是啊，算了啦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啦。我很失败耶，真的太失败。我好像不适合拍这类型的影片，所以下次就不拍了。好，今天你们看了就算了。哦，我看了就算了。好了，这里面就到这边，拜拜。拜。